我是为我自己而来，我是为我的家人朋友而来，我是台北市中山区的选民，市长我投黄珊珊。最后一句，市议员我这一票要抢救王世坚，我是虞美人，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是有思考能力的，我们不是一二三木头人，我们是一二三自由人。1994年的沙卡都告进你在被当啊，28年30年就是一个世代，我们怎么会将近一个世代的人竟然无法挣脱蓝绿的纠缠？所以今天我要拜托所有的年轻世代朋友们，请你们站出来，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忙。拜托所有年轻人，请你站出来投票，你手中的那一张票，它不是一张纸，它是一道光，请你用这道光照亮我们被蓝绿情绪勒索无法呼吸暗淡无光的这一代人，好不好？拜托所有的台北市民站出来投票，记住你手中的选票，它不是一张纸，它是一道光，让我们一起为下一代把前路照亮。不要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而放弃了作为，我是为我自己而来，我是为我的家人朋友而来，我是台北市中山区的选民，市长我投黄珊珊。对呀，黄珊珊动算，黄珊珊动算，黄珊珊动算。最后一句，市议员我这一票要抢救王世坚，我是虞美人，谢谢大家，谢谢。说要帮这个抢救王世坚，那宝富你自己也会就是帮王世坚拉票吗？那同区的那个林正颖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我们的舞台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对，所以我希望两位都能最高票当选，两位都能高票当选，好的人都进到市议会，市政府跟市议会合作，大家一起为民谋福。